各位网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是2020年1月29日，1月28日呢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啊，谭德赛来到北京，习近平呢接见他，谈到了目前正在进行的防疫工作。习近平表示什么呢？说是啊，我一直亲自指挥，亲自部署。我相信呢，只要我们坚定信心，同舟共济，科学防治，精准施策，我们一定会战胜这一次的疫情。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什么呢？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！原本呢，现在海内外舆论呢，聚焦在这个防疫领导小组组长的问题上。我们知道，政治局开完会之后呢，宣布小组的时候啊，一反常态啊。以前的所有的小组组长都是习近平啊，这一次总算给了这个李克强点面子，让他当个小组长。所以说，李克强在26号呢主持了小组的会议，27号就这个身先士卒啊，深入这个武汉第一线啊，这一点大得民心啊，极大的鼓舞了奋斗在第一线的这些武汉的勇敢的哈，这些医务人员啊，第一对地方官员啊，对湖北地方官员也是一个督促，也是一个压力呀、啊。那么，但是习近平他见到谭德赛的时候啊，我觉得应该是把这个重点啊，谈话内容放在中国如何和这个国际啊各个国家进行合作哈、啊，因为现在这武汉市市长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啊，500万。这个武汉人呐、啊，已经这个离开了武汉。那么你就算有这个1%人啊，携带这个病毒的话，你想想这多么可怕！还有900万人呢被封闭在这个武汉之内呀、啊。中共呢，从这个封网、封嘴到封城啊，干什么事都是倒着来呀、啊。这方面由基层往上推呀、啊，习近平责无旁贷啊！因为什么？现在这种政治体制和以前不同，什么事都集中在习近平一个人身上。那么，即使把这个领导小组的组长啊，好不容易给了这个李克强了，李克强正是这个实实在在在行动的时候，他又把自己这个搬出来了，像谭德赛讲到自己这个亲自指挥、亲自部署啊，而没有把重点放在什么呢？研究如何来这个和国际这个卫生组织啊，和下面那些各个国家哈、啊、合作。我看到一个报道讲到什么，说美国要和中国合作，还被拒绝。你想到底担心什么呢？难道担心这个病原的这个研究，这个被美国人发现什么？一直以来啊，有一种观点认为呢，并非是华南海鲜市场啊是病原的，病原发源地呀、啊，有些舆论呢，有些文章提到是因为这个 P4 的实验室设在这个武汉哈、啊，由于这个管理不善呢，把这个病毒泄露出来了，甚至有些也引申到了什么呢？谈到了中国正在进行的所谓的这个一些啊，这个特殊的应对未来特殊的一些所谓这个战争啊，一些准备啊，当然这些事情都有待进一步的查证啊，但是我认为啊，这习近平见到谭德赛讲的话，这个特别的不合适啊，就表明他到这个关键时刻还是在想这个人的作用。其实他个人作用现在来讲，给人感觉啊，这个远远的不及这个李克强的表现。李克强最起码还敢于到第一线。我们回想这个2003年这个 SARS 的时候，第一个到前线的是温家宝哈，本人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曾经多次的这个认同和这个表扬过哈，那么接着胡锦涛也是随后也到了地震第一线呐，他们两人配合还是比较好的。但是你看现在，这个习近平在一系列重大的这些突发事件来临的时候啊，都是给人感觉是什么呢？这个高高在上啊，指手画脚。那么从这个天津的大爆炸啊，到这个香港的反送中，到台湾这个大选，还有国内的经济的一路的下滑呀，等等，的确是这个让人们看了有非常非常的这个失望啊。
那么这一次谭德赛来习近平这样一讲，不但没有使自己振奋呐，更使人家思考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既然你是这个亲自部署、亲自指挥，为什么以前十几个小组组长都是你担任？这一回给了这个李克强来担任，那还不是为了这个将来一旦这个防疫工作失利，最后导致严重后果的时候，让李克强背这个黑锅？谁都不傻，所以说不要低估别人的智商啊，更不要回避国际舆论的批评啊。你可以想象，很可能现在这个习近平由于搞这个定于一尊呐，下面很多的马屁精啊，很可能外界这些批评意见呢，习近平从来没有听到过，因为任何人都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啊，可能告诉他都是这个表扬啊，都是推崇啊，都是凌人肉麻的啊，这个忽悠啊。就如同他这个到这个甘肃去考察的时候，有一个老百姓竟然站出来高呼这个总书记万岁啊，仿佛是时间跨越啊，时间这个穿越啊，时空穿越啊，文化大革命的语言都冒出来了。但是听了之后却自己的这个没有了反省啊，这个美滋滋的，这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啊。我们知道前几天这武汉市市长啊，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，那非常的斗胆的，这个在很可能意识到以后要当替罪羊了，所以最后时刻也是啊，这个蹬蹬腿儿啊，讲到了时候呢，讲到了他的授权问题啊，也就是说他这个对这个一些数字的汇报啊，没有这个权利，是上级这个给他指示啊，他完全是一个傀儡。你想周先旺敢于讲出这样的话，也表明他还有意见呢。那么你再看这次习近平在28号和谭德赛谈完之后，官媒在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也非常诡异啊，这给做了修改哈。按道理讲，你既然是金口玉牙、定于一尊，你讲完的话，别人不能动，一个字都不能动。但是呢，黄坤明主导的意识形态啊，主导下这个官媒啊，竟然就把这句话进行了删改哈。那有可想象，由此想象，可能这话刚讲完。谭德赛一离开，习近平回到了政治局，回到这个中南海啊，我估计李克强那肯定也是非常生气啊，说不定也是两个人争吵不休啊。再老实的人啊，再本分的人，你欺负人到一定的程度了，做的太不像了，人家肯定是要不高兴。你何况党内那么多的人，我相信大部分人可能对这个疫情啊，在这个整个这个防治过程当中啊。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啊，完全失控了。那可能人还是有，大家还是有个共同的观点的，所以心里都有一本账，非常清楚啊。那么习近平在领导这场所谓的防疫战方面啊，我认为有重大的这个失误啊，这一点都不用回避呀、啊。按道理讲，发生这件事儿就不应当搞这个团拜会了。结果团拜会照搞啊，歌舞升平啊，而且在这个会议上讲话当中，竟然只字不提武汉呐、啊，随后又武汉发生了这个封城啊，这个封城的举动本身来讲，绝非地方敢为，一定是上面认同的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封城等同于戒严，你戒严必须经过人大这个有关部门的讨论和授权呐、啊。即使是在眼下到这种地步啊，如何的防止这个疫情啊，不是要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就完成了，要在党内呀、啊。这个党内外啊，都要集思广益啊，特别是和这些医疗方面的专家哈、啊，在2003年这个 SARS 这一场战争当中能够取胜的一些专家，还有包括一些技术官僚哈、啊，而且已经退下来的中共这个胡锦涛和温家宝啊，我认为都应当坐在一起啊，仔细的研究，听取别人的意见。首先不要考虑你是不是你统一部署，你统一指挥，这都是次要的。要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啊，应对目前这种从未遇到过的啊这种新型这个冠状病毒啊。但是啊，非常的明显啊，这习近平在这个2012年的执政以来啊，刚上来最初的时候还有点新意啊，人们都寄予很大的希望。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啊，这两任还没有满呢，已经是。这个出现了很多的啊，内政外交的重大的失误啊，处理内政外交的事情，都是什么呢？封闭式思维啊，不是开放式的啊。你看，
从这个封网，认为在海外这么多的信息批评意见，只要是把这个网络这个堤坝啊，把它砌得高一点，人们就看不见了，就完全是一种捂住耳朵啊，欺骗人呐。那么再就是封口，打压言论啊。原本是这个海鲜市场，这个传播这个病毒啊，刚开始的时候，那么老百姓肯定有一些直观的、及时的感受啊，应该是鼓励和表彰哈，但是却把八个人呢抓来判刑啊，这是封嘴，让老百姓不敢讲话。现在发展到什么呢？发展到实际性的行动，就封城了。这个历史上是可以这样讲，是警戒的哈。这么多的人，你想这个整个的武汉人，难道你把城封了之后，这个病毒就能阻止吗？何况这500万人流向了中国，流向了全世界啊，到处都是这个发现的疑似病毒啊，连这个多伦多都发现了啊。我看到今天的报道，西藏也出现了疑似病毒啊，数字每天都在增加啊。这个病毒以这个核级的速度啊，就发展啊。我看到网络上有很多的图片呢、音频呢、视频呢。如果说文字方面官方可以指责我们造谣的话，那么视频这个生动活泼的啊，这个展现了啊，这个武汉目前的状态啊。我看了一个视频节目，好像是在四川某一个地方，说是有些人呢，武汉人逃出来之后，这个居住在某一个这个小区里边啊，那么当地那老百姓啊，这时候这你看到人情冷暖呐，非常冷漠啊，以非常暴力的、非常血腥的这种方式对待他们啊！有些人聚集在这个楼前呢啊，讲一些话，让人听了以后非常的这个难听啊。在这个危难的时候，不是帮助那些患病的这个患者啊，不是帮助那些就是说有可能啊这个感染了病毒的武汉人啊，而是他把他们置身于，把他们的这个幸福、个人的安危啊，给抛到一边啊，把他们当成敌人啊。这些事情呢，不仅是在国内啊，现在在国际上啊，在日本、在等其他国家都发现了。你可以看出有一些人这种自私自利啊，这种的想法多么的令人看以后感到难过呀。那么这些东西，我认为啊，都不要归罪于老百姓啊，长期以来这个专制集权的统治啊，这个造成的。那么这一次事件发生以后，如何的去应对呀？那么即使你现在要马上的改革，这个目前的制度已经来不及了。现在必须能够，就是说上上下下啊，包括党内外、海内外啊，能够这个团结起来啊，摒弃前嫌呐，能够就是说一起来应对啊，这个对人们的健康啊有非常大的危害，这个病毒啊。那么也看到了这个，我从网络上也看到了这个武汉第一线的这些这个医护人员啊，由于条件的这个设施所限呢，有一些就在这个工作的第一线上席地而卧、席地而睡啊，这个条件非常的这个艰苦啊。你就可以看出，想象平常这些所谓的地方的官员高喊着治理能力现代化、治理体系现代化，根本是不做事儿啊，在这应付差事，而且到了这个关键时刻，想的就是个人这个安危哈。那么就到根子上，那肯定一级级算上来。我认为啊，习近平必须深刻的这个反思啊，再也不能讲这种就是说让人看了听了以后啊，非常的这个感到这个负面的这样的话语啊。特别是借了谭德赛啊，我认为习近平新晋这一番讲话呀，不仅表现了自己治理这个国家的能力啊，这个低下呀，而且表现了什么内心深处的啊，就这种这个思想啊，这个类似于中国古代那些帝王啊，那些皇帝啊，特别看重个人的这个权威啊、权力啊。一个人能力怎么样，就看你做事儿，不是听你自己讲，不是虚夸啊，更不是跟随底下提拔起来这些人的吹捧，是看你在这个工作当中实实在在的啊做一件事儿啊。如果你真是亲自指挥啊，我就建议你随后马上到这个第一线去啊，到武汉啊，深入到这个武汉当中那些医疗人员当中啊，用你的行动能够表明什么？表明你在亲自领导、亲自部署，这才有效啊。那么今天的德奥点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，
谢谢，明天。